接下来我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我们学校的数位学习平台。数位学习平台，那我们学校数位学习平台是从这个地方进来，好，从这个地方，从数位学习这里进来。好，进来以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数位学习。我们学校数位学习目前在国内呢，哦，目前在国内应该是做的比较完整。我们每一个学习呢，大约开2000门课，那这2000门课通通会上到这个平台来。那我现在用我自己的账号给各位看，这是今天我们学校数位学习平台哈，我现在打我的名字，然后我再打我的密码。好，这时候就进到我们的数位学习平台。很多同学可能还不知道，我一年级的时候我们都要跟你们讲清楚一点，让你们开始在这四年里面就会善用我们学校所有的数位环境。那进来以后你会看到我们全校多少人，因为现在是寒假期间，所以学生现在是有15人，在这一班目前是有3个人。那我的课程各位看一下，这是我的课程。我们学校呢，把我们老师的，你看97年第一学期，97年第二学期，第一962 961，然后952 951，也就是我们已经有3年的课程全部都在上面了。那我呢跟国外的学生，我曾经到越南班去上课，上一个名称叫做 Project Management。 那这门课我就可以在线上，学生他是在越南，我人在台湾。那我开始上课，各位可以看得到我教材就编在这个网络上面，所以学生就可以看到我原来编好的教材，他们现在也可以看啊，他有账号密码，他照样是可以看。好，他这样就会产生，开始上课以后他会产生一个目录产生中。那其实呢，上课这个教材对老师有个最大的优点，就是老师可以把每一门课材每一年都好好教，他这个资料就很完整。好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，比如说 introduction， 好，这个课程是蛮多的哦，就是 class outline，其实我课程的架构是怎样，我这边就有写的。好，那学生就可以知道我第一周教，第二周要教什么。哦，这就是我的 class 的 outline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得到哦。那我课程内容就在这边 ，History of Project Management， 就是专案管理的历史。那课程里面上面都已经有了哈，我把要教的学生都在上面，就用类似这种方式来给学生看看这个课程内容。那各位要记得就是课程讨论。这课程讨论最大的一点就是学生在越南，当老师在课程公告里面有公告事项，他可以看得到。所以学生在，你看这是学生在越南里面他们做的哦，他们人是在越南哦，所以他们就常常会来回应哦，回应老师给他的这个作业啊，或是规定的事项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得到的哈，这个就是学生的课程讨论。我们一门课程学生的互动量是蛮多的了哈。课程互动量是蛮多的，那因为是在录影的关系，所以它速度会慢了一点点哦。好，这个就是课程讨论。那你看课程讨论，老师跟学生的互动全部记录在这里。那各位就可以想象，数位学习的最大优点就是学生24小时都可以提问，老师也24小时都可以回应。好，这就是数位学习的最大优点。你要给学生讲什么，你就在课程公告里面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是希望了，这是我刚才跟各位介绍的数位学习的平台。那它其实功能很多，细节的功能我不再说明。那希望每一个学生，现在我们开始要求所有同学跟所有的老师呢，所有课程都要上网，每一个同学每一学期都要有3到5个课程讨论贴进来。就是你这门课程你可以借用这里来跟学生同学问问题，然后同学也可以回答你的问题。好，其他的功能我就不再细说了。这个就是我们树德的数位学习平台。那它的功能很强，它的功能强到什么地方，我在最后举一个给各位看了。比如说我在91年，因为91年课程还没开嘛，91年的计算机概论，我就用这个网络课程给各位看。这是我91年开的课程，就是91就上学期了，97学年的第一学期。那进来以后，这个其实课程量是蛮大的。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，我现在把它写课程公告给各位看，你就知道老师呢几乎每天都会去贴公告。我要给学生知道的东西我全部把它贴在公告上，
哦，学生就可以来看课程公告。好，我们现在在等哈，等这个网络抓进来，然后在录影的时候，你看这就是温老师的公告。我几乎每天都会去贴，每天都会去贴。我总共总量的公告有很多哦，各位可以看。哦，总告每天哦，到十一月、十二月，这每天都会去贴就对了。哦，公告很多，然后学生也会回来讨论，学生都会到课程讨论讨论。然后这边是办公室，这个办公室只有老师才有，学生没有看到办公室这一个功能。那办公室里面的它的功能也有很多，比如说老师要贴教材，老师要改成绩，我全部都在这里。好，啊，老师要贴公告。好，有没有？这边各位可以看到，看到那个到课统计，我就可以点一下，点一下哦。啊，各位才知道数位学习的妙用。我把到课统计列出来以后，他会列出所有班上所有同学名单，他总共登录了几次，他在这一个班级，这个是全校登录几次，他这个班级登录了几次，而且这进来以后，还有他最近好二十次上课的时间，他通通会有十次上课的时间，所以记录是非常非常的完整，等于学生的 portfolio 学习历程都会在线上里面登录。好，这个就是我跟各位同学介绍我们学校的数位学习平台。